各位同學早晨，我想在這裡就透過這個軟件跟大家解釋 Chapter 4 Supplementary Exercise 裡面一些難題，裡面特別有一題數很特別的，就是第21題，它說有 N 是3個 prime number 相乘的 A 乘 B 乘 C， 它有多少個 factor 呢？通常我就會用一些例子去說明的，譬如我們說 N 是等於3乘5乘7，咁三五七三個都係 prime number 啦，咁佢有幾多個 factor 咧 ？n 呢個數咧，第一一一定係一個 factor 啦，三係一個 factor， 五係一個 factor，OK 七係一個 factor， 三乘五都係一個 factor 噶，因為三乘五都俾佢除得盡佢噶嘛。咁五乘七咧都係一個 factor 喎，三乘七咧都係一個 factor。咁仲有最尾個 factor 咧就係三乘五乘七，即係 n 自己啦。咁我哋數下咧，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個 factor， 八個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嘅 answer 咧就係八啦。好，我將佢咧縮細咗佢先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咁樣數，係咪一定係最好嘅方法咧？咁樣嗱，咁我諗下一樣嘢咧，就係OK，n 等於 A、B、C， 咁邊幾個係 factor 咧？我可以咧。A 是 factor， B 是 factor， C 是 factor， 即是三個數裏面揀一個出來呢就是 factor 了，三個揀一個是不是即是有三 C 一那麼多的方法呢？那或者 A 乘 B 都是 factor， 拿兩個數出來都是 N 的 factor， 那三個拿兩個是不是即是三 C 二呢那麼多的方法呢？又或者我三個全部都拿了那麼多是一個 factor， 三個全部都拿了就是三 C 三咯， OK？咁如果你話咧，咦，我淨係攞嗰個一做 factor， 一做 factor， 即係 A、B、C 三個都唔攞啦，三個都唔攞咧就係三 C 零啦。嗱，咁你請你咧用計數器計下，呢個數加埋咧就係三加三加一加一，啱啱係八嚟嘅，所以咧答案就係八啦。